又要准备出海。听说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好天气了，今天过后秋天就要来了。他们在这种港口的土地上都会有这种小房子，在这边租用的人的每一个船主，一年都会排到一次来这边守夜，就是看有没有别的船会来这边偷东西。如果有不明的船只靠近的时候，他们会过去问。现在车停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海上，我们把车停在这里，然后就开船出海。这种小拖车就是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过去船上，所以就把东西放在小推车上面，然后一次拉过去船上。对，准备要出航了，我好忙哎，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帮不了忙，只能在这边抱着狗。来订圣诞餐，好像人不少。
刚才在那边吃了中餐，他们的开门时间是12点到晚上10点，很多人都是开船过来吃午餐吧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这边也有卖一些咖啡午餐，刚才没看到。在这里是他们的 hotel， 很多 conference 我们也会在这里租用场。哎呀，在岛上走路就是爽。阿弥陀佛，杨爸爸杨妈妈还有小孩子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。这里是露营的地区，现在都没有人露营的，那边有几个人在睡觉吧，休息。这里也是开放露营的地方。哇，8月底，人都回家了，整个海滩都是你的。自信吗？带着一只小狗在那边睡觉。这个橡树，这边的橡树也都是很大。这是垃圾桶，这是厕所。他们今天也不用引擎了，顺风顺水的。刚才看到的其中的一个小的露营区，你如果靠里面露营区的话，其实就是在海边。这个是野生的水母，比较小，可是现在已经成熟了，所以超甜的。看，好多。回到这棵苹果树这边了。现在餐厅人比较少，刚才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人超多的，到10点才关门呢。从这里到我们停船的地方差不多12分钟的船程。不晓得为什么长毛象在这里有打广告。这边是他们的垃圾桶分类。
稍微软的地方，应该都是你伴一起来吧。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估计这边应该有24-25度哦。今天回到我们的小快艇上了，来到我们的小港口了。今天好多人都出海耶，你看船都出海了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五福的停船技术。